你哪来？对你也别来啊！什么 Super Uncle 最强阿姑，互人对拢唔知影，安尼是要执行任务啊？你也是敌人啊！我哪有可能对你有防备啊？这毋是理由啦，是你最近有太无魂，安尼是要哪好法保护客户啊？心病也着心药医，解决源头才是上重要的。 所以我就来到沙冈啊。你今好哇？啊，不过这是我应该替伊做的呢，哪会当麻烦重担的啊？真济代志吼，还是交专业的来，唔是心意就能解决问题啊。现实就是咱三个当中，继续拼杀阿桑，我上适合吧，敢是？ 内底变啥阿桑是无讲的，你就莫想当。我知啦。嗯，这时间，应当是变啥阿桑来啊？ 阿桑，我是啥啊？我是来变扫的啦。嗯，变扫？啊，进前来啊，唔是你啊？哎，我当初破病，才临时换我来啦。哎呦，小妹妹，我这阿婆那是不变扫，我都无钱通领呢，拜托你啦。嗯，我真见呢。多谢多谢。 老难了哈！哎呀，小林姐，阿婆要去上班，还是为倒一间开始拼？哦，内底入面啊，正准备已经啊。哦，嗯，多谢。哎，站姐，站姐。哎，伊阿哥有啥物代志啊？哦，无啦，阿尚，阿你站姐出来哦，桌顶的粪扫，请出来收收的啊。啊。 无认得。嗯。我是吴依林，还佮阮学堂的朋友，我是来甲伊斗相共的。你是依林的朋友？哪来？你是来救我？你是莫激动，我的目的是来救你，无毋对，也毋过毋是即马。吴依林有伊的计划。 稍等下，我会伫你的房间装一个针孔，目的就是要把伊的精神病帮拢躲起来，安尼才会当一摆把伊好起来。我嘛会当确定你是不是安全。万千明，那这时间倒来啊？重担搁伫咧内底呢，万一代志不要讲，伊的计划毋着失败啊？阿哥。 你讲有啥物方法会当通知总统？没有啊，那就看主管室。我相信苏清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一定有办法应付。会伫咱电话口保持警戒，随时注意，内底人想状况，我会随时处理。总统已经准备好啊，今嘛。 就等吴依林的报告好势了后，你就让别人无代志啊！我请你甲依林讲，我一定会配合伊，叫伊免烦恼啊，会好好照顾家己。等这代志哦过去了后，阮爸仔囝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的。
我姓泰，你是要睏偌久啊？啊，你后生派来救兵是走去倒啊？听我你的讲啥？你还搁在电器哦？即马敢毋是孝子救父的时阵？你的好处就算讲是去用关伫看守所内底，伊遐狐群狗党嘛早都应该爱来救你啊，敢毋是？万心咪，亲像你即款恶毒的歹查某，总有一款受着报应的。你安尼讲都唔对，会受着报应的是恁母家，毋是嘛？啊，当初时我都无应该答应，让莹莹甲你做伙。你是凭倒一点反对？伊也毋是你的查某囝，你的功能就只是出钱出力替我甲汉良的查某囝饲好大汉，甲财产过好伊，然后你就无利用价值啦。王新民，你是要认定我直接来啦？啊，若无你甲死出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你俩尊公，我真正想要看到你是，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到汉良死到有偌凄惨，也搁有伊这二十几年所受的委屈，这拢是恁母家己的。我真正足想要甲你开肠破肚，互你受尽折磨，替汉良讨公道。好啊，无你动手啊，今仔日唔采下。已经来给我订过了，非得这么，我爸破病了，伊哩嘛叫我掠去关，我母家已经是龙家煞地啊，啊，剩我一个人活了嘛无意思啦。我过去，你这么都给我解决掉，那呢，我可以当做鬼哦来找你报仇嘞。应该你休克的时阵，我早就应该和你上西天啦。系啊，有心态有险啊！我是要直接出手救人，还是继续吴玉莲的计划？即卖伊无来动你，我一看啥物来救你？我家计是卖遐财产，我无要你来危害了报仇，你死啊你！我潘新平被卡被抬死啊！啊，从刚刚被抓来，该做怎啊？啊，抓起来到最后，死！你个死！你个死！我也袂记得，咱今仔日来这无对，那是你真正好死。那恁咱进前所做全部拢白了工，爸爸袂牺牲啊！妈妈娘，我袂当让汉良的命白牺牲，伊的命。我爱恁规个母家来赔！你手出来吼！我的证明包，你明早就看出出啦。我是讲，你真正当作我食饱上瘾，把你当作狗仔乖伫遮饲啊！我会留你这条狗命，迄是你，你无出信托一件代志。即卖吴依林去互关起来啊！只要你终止信托。那你的财产，就是我甲莹莹来继承啊。所以，你上好是乖乖配合邓秋莹，卖阁偷皮天。你卖孝顺我啦，这是我为老依莲的物件，我是后半世来保障，我是无可能签的。你连莹莹的顶半世人拢无得顾啊！
你够有面，你够有义，你迄个十千啊！你莫甲我讲，伊毋是你的亲生查某囝。进前你还阁毋知伊的身世时阵，你同款对伊无要无忌。你甲吴辉煌拢同款啊！查某人伫你的眼中，这是生囡仔，还阁摒扫厝内底工具。所以你这个不太好，联合起来要乌康午餐集团。我只是把原本要摕到的物件摕到手尔。妈，无需要甲伊讲遮尔多啦，先闭伊当手，你才好讲。我绝对袂让你乌康午餐集团绝对袂。不要放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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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今日敢搞我搞？你直接找死你！廖凯豪，恁爸爸明明就是这么正直善良的人，哪会你的心肝这么恶毒啊？吴新泰，恭喜你哦！为即马开始，你一无所有啊！吴新泰，你才是拄开始尔啦！你放心，我暂时哦会留你这条狗命，我要让你亲目睭看恁母家是安怎崩败。是安怎弄个散体？我嘛要让你知影失去心脉的痛苦。凯宏，咱走。王新民，你去死啦！吴信泰，你真的是我娘死的！哎妈，莫插嘴！你这晚就只是搞回火车，敢那收音机出？我无代志，为着爸告伊哩，搁较艰苦，我嘛一定会坚落去。这吴依林啊，就是真着你这种唔肯认输的个性。我相信你吴家，真肯着用一家摊圆啊。你头拄讲有变少阿桑入去房间，我哪会无看伊啦？嗯，奇怪，我明明看伊入去啊，你嘛看到吧？有啊。讲，伊阿桑问题。哎，就是伊啊，伊来啊。啊，你头拄人是倒去倒？我拄只把迄房间摒扫好吼，我就去后壁倒粪扫啊。啊，是安怎哟？无啦，你当走。丹姐，这是你今仔日摒扫的费用，你无得啊？哎呦，老伙仔人记性歹，袂记得啊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咱袂记，多谢哦，感恩哦。